我们今天看到黄子佼，你穿上自己照相的衣服、啊。这个今年是初中嘛，所以我穿的是我十八岁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烫头发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讲到初中呢，马上要颁发综艺节目的奖项，舞台有点不一样。来，我们看到这个，看到这棵树跟公园椅，佩岑，你会想到哪一位大哥？飞哥，谢谢飞哥的贡献啊！这么多年都在树下做访问。讲到树呢，还有另外一棵树，而且他也喜欢在庙前面做节目。你会想到的是瓜哥，老实树。哎，这老实树能动的哦，能动的哦。今天带着谢欣、阿翔，哎，你看是真的能动的。好了，你玩够了。哎，好好玩哦。不同的椅子代表不同的节目，这两个高脚椅呢，分别是陶爸，他从董事长变成综艺节目的入围者，恭喜陶爸。还有马芳，他们就在这里弹吉他说故事。希望之星有评审的椅子，但跟一般不一样啊。我们这个希望之星制作单位很贴心，让评审坐得非常的舒服。嗯，每个椅子都代表我们入围者的故事。可是好像少一个哎、欸。少一个谁？椅子怎么没有椅子？还有一位。顺哥啊。对啊。顺哥不用椅子，他只要牵拖。这个待会给其他没有得奖的人用，可以拿去打评审。哎呦，凑成一对了。